很明显，这人的身份不简单。硬扛的话，他全家加在一起都不是对手。你在紧张？金玉狐疑地盯着他看，略微沙哑的声线在这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惑人。许念念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这男人骚起来，女人估计很少有扛得住的吧。谁说我紧张了？我就是看你不顺眼。许念念咬牙道。禁欲回想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，那个时候他脸上还裹着粗布，如果他真的是被他害的女人，不可能表现得那么若无其事，而且声音也不像之前那个女人的声音清脆干净，不像这个女人跟谁说话都软糯撩人。禁欲一下子就收回了心中的怀疑。正在这时，厨房里传来一股糊味，禁欲皱了皱眉。什么味道？许念念仔细嗅了嗅鼻子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顾不得禁欲，忙跑进厨房里。禁欲眯起双眼，双手插在腰上，抬腿跟了过去。许念念今晚打算做食谱里的第二道菜，牛油酱。洗脚之前，他就在锅里放了油和其他调料，结果出去倒洗脚水，因为禁欲突然出现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许念念懊恼地揉了揉眉心，不行，这禽兽太影响他的情绪了，他不能这样，不能被禽兽影响。锅里面的东西都糊了，没办法，许念念只能重新做一次。此时他已经忘了禁欲这个人了，嫌头发太碍事儿，直接挽在头上，用根木簪固定，露出了一截白皙修长的脖子。禁欲就站在厨房门口，抬手撑在门边，视线落在忙碌的许念念身上。望着他白皙的脖梗，禁欲忍不住用舌尖抵了抵牙齿。这女人真有魅惑男人的资本呢，这要派她去做间谍勾引男人，铁定一勾一个准。看他在厨房里忙碌，禁欲眼神微挑，还以为像他这么漂亮的女人在家里肯定什么都没做，一双玉手又白又嫩，看起来也确实不像会做家务的人。之前看他去卖流月酥，还以为是家里人做了给他拿出去卖。许念念忙碌半天才把锅洗干净，因为锅太大了，许念念要倒水的时候显得有些费力。禁欲一眼就看见他抬锅的手心都被勒红了，抬着锅摇摇晃晃地往外走，水洒在地上，许念念不小心踩在上面，脚下一滑，控制不住往前摔去，他吓得闭上眼睛。突然腰上传来一股力道，将他往前扑的身体捞住，同时手里抬着的锅也被人接了过去。许念念正惊讶，头顶传了一声嗤笑。你以为闭上眼睛就没事了？听到这带着嘲笑的声音，许念念赶紧睁开眼睛，一抬头就对上禽兽带笑的脸。只不过他眼底的笑带着赤裸裸的嘲讽意味。猛地一下站起身来，要你管？哎呀，看在你收留我一晚的份上，免费啊，帮你当一下劳动力。禁欲低笑一声，眼尾向上挑起，露出了一个骚气十足的笑容，抬着锅往外走。许念念盯着他高大的身影，双眼瞪得溜圆。禽兽就是禽兽，做好事都能让人感觉到下流。呸，冲他抛什么媚眼？以为他会屈服在他的美颜之下吗？呸，看他还不如看自己呢。那么一大锅水，之前禁欲一只手抱着他，另外一只手居然能把锅端稳，真是大力怪。这让许念念想起之前被他强的时候，他使出浑身力气去挣扎都没有能逃脱半分，顿时恨得牙痒痒。要不是看在打不过加上他那张脸还能看的份上，当时逃跑之前他能抡块石头把他砸死。倒完脏水，
禁欲直接帮许念念把锅放在灶台上，双手叉腰吩咐道，喂，给我做点吃的。一脸理所当然的态度，许念念瞪眼，凭什么？禁欲从兜里掏出5块钱。够吗？熟悉的对话，熟悉的场景，许念念咬牙，立马为钱折腰。够了。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，许念念恨不得一巴掌呼在自己的脸上。这财迷的性格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啊？总是一看到钱就不经过大脑思考。哎，这下子好了，话已经放出去了，再收回来显得多丢份儿啊。刚好他打算实验牛油酱，刚好让他当小白鼠。